世界，让你裤裆下的摸不准的一直盯着，就算有黑眼圈半夜还不想睡，一直想这魔术要去哪学。我想想脑袋决定去冒险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就把老板跟你讲，把统统准备，总有一天，换我大喊干来了 action。我们男主角陈亚兰一举一动都很 man， 气势中人霸，铁神跟超伟一个特写，全世界都惊艳干来了 action。主角谢依轩一颦一笑让人陶醉，武打杨紫琼歌风三分美，一个特写简直国民出来了 action， 终于有了正面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，爱情喜剧穿越，长长的镜头让我们杀进镜头入围，星空大道礼服高跟鞋，我假害羞走动排名是哽咽，我要谢谢、谢谢天，谢谢所在电视机前的你、给了我一片天、让你手抖脚抖全身都在抖，有黑眼圈半夜还不敢睡，一直想这焦虑怎么解决，我想想脑袋想到退休去哪冒险，第一天第一天开拍第一天，蛮牛红牛你们预工厂都准备，换我大喊 camera action， 导演男主角白吉卡住今天只能找代言，我的梦幻斗几浪几宽边几一草几两多，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我不回答，你自己都有答案。那个答案啊，晚上声音比蚊子都大，但是还有这个动力，还有这个动力，想成为大人物，一定要记得那首歌。朋友说我是爱飞乒乓的公仔，爱飞乒乓的公仔。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